下载 iTalk BBTV App，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。万茜是谁？一位隐形的资源大咖，合作过的演员有胡歌、张嘉译。他和陈坤拍《脱身》，和廖凡拍《南方车站的聚会》，和李易峰拍《心理罪》。一直以来，万茜属于那种大青衣，但是就是不红。走神，转身，转身。这一次参加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，三十位三十岁的姐姐们登上舞台。播出后，几乎每一期都会有一个明星姐姐被群嘲。继刘芸、黄圣依、伊能静、蓝盈莹之后，万茜的人设也彻底崩塌了。谁也没想到，时间也就过去了两个多月，被骂得最狠的竟然是万茜。一开始，观众质疑她心口不一，然后就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盗号风波，因为知乎点赞其他姐姐黑屏而翻车，真是令人唏嘘。节目一开始，她的人气和受观众欢迎程度始终稳居第一，不论是观众还是各大媒体都对她赞不绝口，收获其他姐姐的赞美最多。来看看万茜曾经被盛赞的名场面吧。万茜，之前我们合作过，但其实我跟万茜师姐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，就她是第一个跟我说话的师姐，就在后台休息的时候，所以我对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万茜，因为我跟她的戏是最多，对，所以我跟她演戏过瘾一些。我认为她是一个很天生会演戏的一个演员，她每一场戏都能给我一些新的东西。看完了万茜之前拍摄了一部电影叫《你好疯子》的时候，特别的喜欢她的表演。万茜唱歌非常好听，无敌了，我太喜欢万茜了，我觉得她真的演戏好棒哦。我很喜欢万茜的，我觉得我挺想和万茜成团的。虽然我今天刚刚在路上我就说啊，真的吗？谢谢万茜。万茜好酷啊，万茜好酷啊。倩，万茜，我比较脸皮厚的要跟你拥抱一下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期待你的表演。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很喜欢你。我看了你好几部戏，我就被你迷住了。然后万茜不装熟，礼貌的姿态被观众点赞称人淡如菊，不争不抢。现在网络印象变为哪有人喜欢她，都是营销，口风全变，网友称她故作高冷。不怪网友，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翻车的全过程。先是在定义里采访出现口径漏洞。你对红这件事怎么看？你怎么看？什么叫红？我本来就没有一颗红的心，就懒得折腾的一份心。我不喜欢参加综艺，所以大多数的综艺他们基本上都是给我推掉了。想红却非说不想红，到底想不想红？万茜表现出来对功利的态度十分拧巴。万茜经纪人主动出来疯狂解释，解释姐姐真的是不想红呀。经纪人声称自己接节目的时候不能够预判会火，不能因为上了综艺就认为万茜想火，又说自己从来没买过营销。那艺人团队的宣传岗是用来干嘛的？品牌用你就是要你去当营销资源的呀。再来说说盗号事件。浪姐成团的第二天，有人发现万茜的知乎账号点赞了很多条关于宁静和郁可唯的帖子。帖子的内容大多是说宁静和郁可唯两个人一唱一和，让身边的王者们都不敢发光了。随后万茜发微博回应说，自己会点赞其他姐姐的恶评是因为自己被盗号了。可是谁会半夜三点钟去盗一个明星的账号，只为给别的明星的黑帖点个赞呢？有个网友又拿这件事去问知乎客服，万茜被盗号是不是因为知乎的安全性不高？结果知乎客服回复这个网友，万茜是因为163邮箱被盗才导致自己的账号被盗，知乎的安全性还是很高的。正在吃瓜的163邮箱一看不乐意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要拉我下场？玩锅传锅，请不要带上我好吗？万茜把锅甩给了每天都在加班秃头的程序员们，自己却始终拿不出证据，无法自圆其说。其实在娱乐圈里把人设摆得太高是非常危险的。
万茜身上很多所谓的槽点，其实恰恰是当初被吹捧的特质。很多明星的人设翻车，都是因为一开始的形象过于不接地气。形象越是完美，也就越危险，人红是非多。并不是每个人的性格都可以可爱到经得起放大镜式的审视。当艺人走红后，收获更多关注和流量的同时，也必然将面对更加严苛的目光。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，请关注、点赞并分享，下载 APP 解锁更多功能。我们下期再见哦！